瑞哥，保护我的时候到了。按了啊，三二一。哎呦我！好没意思，这是什么意思？我以为打猎枪呢，太不适合我了。黄涛，你不要感觉这个好像很无聊、很没意思。我们场务的工作人员责任就相当于我们机务的，他也是为了保障飞行员的安全，知道吧？让你来体验一下他们的工作训练，知道没有？知道了。第三个驱鸟设备就是语音驱鸟设备，它里面一共有27种声音，循环播放，随机播放的啊。这个属于鸟的惨叫声，驴，这是驴是吗？你家驴这样叫啊？啊，今天我们学习一个最基本的喊话，我是中国空军，正在执行合法飞行。你已危及我的安全，请立即离开。当我们遇到外军的其他国家呢？完了，我们怎么说？狗带。I'm Chinese 空军。不要用你非常贫穷的词汇去拼凑这句话。This is China Air Force， 正在执行合法飞行 ，performing routine duty in China ADIZ。你已危及我的安全。You are endangering my flight， 请你立即离开。Take reverse course immediately。你们现在谁能从头到尾读一遍？好，黄子韬现在站在这里。This is China Air Force performing routine duty in China ADIZ. You are endangering my flight. Take reverse course immediately. 很好，我需要就是这种。飛機は時の安全の妨げてる。速やかに退去せよ。基本上就黄子韬的最后两句读的还算标准，其他都差太多。我根本就抬不起来。小孙要跟什么成这样了？他们一定会互相帮互相的，浪费很多时间。你先帮我一个办法，舍弃一个。这一轮他们投进去的，我觉得不太多，你能跑就跑。在神枪手那边的时候，我就全给你拿出来。嗯，记得要取舍，好吧？嗯，知道。来，现在将自己的这套背带系统穿上。紧一点好还是松一点好？你说。紧一点好。那紧一点可以 ，OK。好，各就各位。加油，星星。开始，低空飞行是有效规避敌方雷达的手段之一。
走走走走走，摄像总。往前是吗？就别丢丫丫，别丢丫丫。很有负重感，就感觉你后面拖了一个人。加油，加油！他们每个人都是神投手，他会把你们累垮。子韬，靠你了，我真的不行。好，敌机来袭，防空火炮。丫姐比较弱，我并不想淘汰谁，但是我只想让跟我一队的人赢。哎，他都没去吧？你看到了吗？目标在这儿。看到，记住了。因为我视力特别好，我在很远的地方我就看到那些图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在神枪手那边的时候，我就全给你拿出来。嗯。好，又返回了我们的崎岖路。你目标，过来辨认一下。好，时间5分49秒，超时1分钟，掌机自己单独完成任务。黄子韬到，在本次训练中表现优异，让我看到了你们对胜利的渴望，符合一个军人的要求。注意检查飞机发动机氧气压力航电油量，工作好，报告。动摇工作好。动摇工作好。动摇计时起飞。动摇计时起飞。3、2、1，开始。两架飞机相对正迎头，不要乱动，保持好平飞。他俩现在是正迎头。我对自己的预期，就几分钟之内结束战斗，把他们全部啪。注意寻找敌机。我左转的时候是就顺着这样飞。就是地平线是这样的，地平线是平的，飞机在。注意状态，注意状态，注意状态，拉杆，拉到底。黄子韬坠毁，黄子韬坠毁。还没开始，我就已经因为自己的失误而坠下去，这就结束了呀。敌人未损一分一毫，你却将自己牺牲了，这不是一件可笑的事儿。如果想消灭敌人，首先先保存自己。我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考核，你能有所长进。是。进行我们的第二轮，动两动三工作好，动两动作好，动三动作好，听命令，动三计时起飞，动两计时起飞。我觉得我的操控能力真的很强，跟我的意识也很强，再来一次我绝对靠实力。
注意状态，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动两动三，自由空战，对抗考核，开始。我绝对的，稳住自己心，啪啪解决。看到他了。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压杠，压杠，往左压。他在你的正后方。以静制动，我应该等待敌人先动了之后，我再瞄准目标去打他，而并不是在我自己还没有稳住的情况下，我去急着找对方。跑哪儿去了？又找不见了。我很想赢他。我应该用什么样的飞行方式躲开他的攻击？丫丫，你要留下来。往上走，往上。黄子韬截获，发射。失败者退出飞行中队。训练场如战场。要用这种心态去对待每一场比赛，而且作为一个兵，你确实就是要拿出一个好的成绩来回报，特别是在空一时，只能有第一，第二都没有用。在实际空战中就是这样，你一次一次的错过了攻击对手的机会，最终你不会被上帝所眷顾。表扬一下黄子韬。通过第一轮的失利，第二轮你很好地完成了这次训练内容，击败了对手。佟丽娅到。你即将离开飞行中队，很遗憾，这就是实战，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输了就要认，败了就要淘汰。因为这是训练，其实也就是战场。我们在生活当中它是一个对我很好的姐姐，但是在竞技在训练的时候，那其实它就是我的敌人。我觉得我能够分清这一点。